先看照片，有没有看到？哎，这个很适合我来这边弄一下。哎，立马，立马，哎，真的，哇，酷啊 ！Oh my dear， 这个就是这叫什么？你知道吗 ？Creation， 创造力，对不对 ？Creative， 同样是一个头，人家就能够有那么多的创意，对，做出来。你要让人家看到你嘛，你要标新立异嘛，对不对？就来找这个老板，老板，哎，就你啊。 哎，他还真内行，有没有看到？只把人家搞成那事情却没有。介绍一下，正在刮胡子啊。是，因为现在很少人用这样刮胡刀来刮胡子。哟，他这个很厉害，他很冷静啊。对对对，左边这边刮流血，已经流成这样了，他都没有感觉。哎，真的，我觉得他脸色开始翻白。哎，等下滴下来，我帮你擦一擦。那个血好多。哎呦，不要吓。 有没有了？够！打开，来来来，那个起来起来起来，帅哥帅哥！哎，我那个等他呢，哎，肯啊，这车顶我倒一台啊，你在？哎呦，这哎呦，哎，就是这，现在这里我看到两个字了，对对，哪里？这里这里这里，江江江什么？难？哎，这个刚不是这个呢？对，还没有上色是不是？没有完成。哦哦，安尼哦，我从这彩色这黑白啊，那呢？对对对，还没有完成。那我。 还有一些部分要再做操作，对，那你们有兴趣要操刀？没兴趣，我们来这里干嘛？我们有兴趣啊。对啊，那你是做错了什么事啊？好，来开始，来，可以请爸爸跟我们讲一下今年我们这个台湾的整个运势嘛？哈哈哈哈哈！啊，你是杨世杰啊？他穿着打扮，他都黑嘞，都黑嘞。对，那你们罗盘呢？黑老店，哇！ 儿子愿意跟着你做这个太感动了。对啊，少年郎伊大概中到，他上啊，国小已经哦，所以他有美术的天分。对对对，哎，金匠，金出来哎，欧巴呢？嘿，目目镜，哎呦，好像哦，哇，真的厉害，帅哥，真的厉害，对啊，他那个形状哦，真的很像。 而且那是黑白这样反差，然后等一下是上色，精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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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好，身材直，是的，好有压迫感哦。哦，他真的是机器的吗？这里面有人吧？对啊，他手是这样甩动。对啊。 就他们就是在你们在庙口里面常会看到的。好，他们要现在表演跳了吗？会跳舞哎，会跳舞哎，还有队形哎，好厉害哦！王小姐，这真的是机器的吗？对，它
那里面都是我们的机器的构造。可是我要问一下，就是三太子在台湾的地位，就是他至少也是一个神明，一个金身。那你们怎么样把他跟机器做结合？需要请示吗？像他身上穿的衣服，其实我们都是用专门神明在穿的衣服来做打造，真正的，对不对？对对对，所以就不是随便，就是我们请老师自己做这样子。哦，嗯，所以他们也会去外面表演。会啊，会啊，他们真的会去外面表演。就是将来先太子的战法。不礼貌，但是我就好奇，你至少要先请教一下，对不对？哎，这个好厉害哦！那你们这个三太子，您做出来除了是展示以外，他会真的拿去那个神明在绕境什么游行会用吗？一般来说比较少，不过我们是希望能够将机器跟文创做结合，所以我们才会做一个三太子机器人。然后他其实有参加过大大小小的活动，真的参加过啊？嗯，像这次的新竹灯会啊，他们在现场就非常受到欢迎哦。哦，那这么受欢迎，我们可不可以拍张照片？对对对，我们要先拍照。可以啊。好，好了吧，好了吧，不可以挡住三太子哦。刚不挡，对不对？就请三太子跟大家来表演一段电影，好不好？太子爷，好不好？谢谢。转圈圈，哇！阿舅，我不知道你这么抬，我还会很厉害。这次是要去有一个女生，这个太多，我们只是综艺节目，我们有必要去捉拿枪击要犯吗？对啊，你不是最喜欢打气弹的吗？但是我对抓枪击要犯没兴趣啊。这个是，那它是百发百中的小小步枪射击国手。哦，它是国手啊。对啦，这个好像是那种比赛用的那种空气枪，专用的空气枪，对，比赛那种空气枪。我三太子。太注意啊哈，来，啊得注意哈，这下看不见，救命姐哈，啊就提醒这个走哦，伊即马是毕业团，因为警察也袂丢了吼，啊想讲叫阮再无去啊两块嘛，啊太注意啊，在做咱搞支持者哈。好，收到了吗？好，朋友们收到，有太姐，有收到指示了，太姐说我们去问路人。哦，他就瞄那个线就对了，嗯，那我们就可以照着这个。他之前这个头来，那他这样，他本身会很痒吗？你怎么，你的筋膜怎么个吐的吐的？应该是会有痒爽的感觉，嚯，又痒又很爽。这个鱼是电动的，对啊，好酷啊！台湾看不到，这鱼对啊，就像这样子跟着它的边框这样走。哦，框框，那我每来一点啊，小马，好，来，有好，那我们画别的，来画，我们画哪一区？你到时候跟我们讲一下，我们就知道。看到那个图照那个哦啊哦，那哦黄框是你描走了，那我画黑的部分。对，这个你觉得我像画的吗？真的。这个真的是你要当王，哎呀，我希望你未来当王。等一下，喂，啊，你当王你一定要有胡子，要胡子，要胡子。哎，没有胡子的话，对，哎，我觉得这样的话，我突然间有自信了起来，哎，真的哈。对啊，啊，那个王八。哎呀，怎么样？我们比你厉害吗？哎，我觉得还是画他。你有办法把那个江南里面也画个王八吗？太细了，太细了是。哎，好，来，帮我画这个 style。哎，我忘了问你，这个染料洗得掉吗？洗不掉。啊？大概这个洗不掉。两年自己会去。两年自己就这样子。对。啊。你看，哎，我写的不错吧？好 ，OK， 对不对 ？OK 嘛，哈，好。哎，宪哥，我已经找到这个解决王八的解决方法了。你看，我破你的格局了。哎，最近。
心挖洞给自己跳，脸上已经被宪哥乱画一通而豁出去的小马，这下还会在自己脸上画出什么爆笑又搞怪的图案嘞？此外，当综艺节目老梗踩不破的鸵鸟蛋知道宪哥与小马这对超疯狂的师徒之后，即将再度引爆一场史无前例的新效果啦！超精彩内容，广告后马上回来哦。